要是不辣，我都把小米椒吃了。要是太辣啊，太辣，那就光把鬼椒面吃了。我去，正面，嘿嘿嘿，能看出来吗？小米？ 试试啊！买了这个鬼椒面，还是我上次买的，他们都说是正宗的，就这个，就医保调料啊，马来西亚国外的就医保调料，尝一下啊！太咸了，太咸，不辣，太咸。 做辣椒第一次吃，还是小米辣辣。